跟小厨师，我们今天上什么课？厨马。完了。那汉堡店有卖什么？有汉堡、薯条、鸡块、可乐。老板，那一份多少钱？我们还没有开啦，我们的店不用钱。这么好，那我们就来打开吧。墨镜超可爱的，它是软的。你要当客人还是我当老板？妈妈当客人。你要做给我吃，好可爱啊！做吗？好，你会的。那我们今天来做小熊面包。这个包是红色的。放进烤箱之后要等待20分钟。已经开店了吗？对，它开店了。我们等一下来做炸薯条，然后我们要来加炸粉。好可爱啊，你还用小夹子夹，加油！好，来继续第二根，这样切了。对，老板，我肚子快饿扁了。等一下就好了啦。好，加油！好，马上来。他跟小厨师，你好棒哦！我切了很多根嘛。对，你切了4根。我本来切3根嘛。对呀、啊，加油！切5分钟。好，可能我们的太马上来。好，真的。差不多快好了吧？可以吃吗？不行，我只是假的吃而已。可爱啊！好，薯条先放旁边。我们把油炸锅拿出来，常温水。我们要来加油水。已经热了。大薯条了。咦，它浮在上面。它真的在炸，好可爱哦。那里面冒泡泡了。好好玩。给妈妈夹。好啊，给你夹。鸡块进去了。又下去了，好好玩哦！我放了，它沉下去。我们要来做汉堡肉。为什么这个那么像肉？因为它把它调成肉的颜色。肉，好像哦。肉，切菜菜喽。好可爱。纹路好漂亮，它有光泽，好像哦，好可爱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谢谢你的帮忙。我来帮忙呀。你手好可爱。哎，哇，嘣给爸爸看好了，来，谢谢。汉堡已经烤好了，刷颜色上去。我要。你要自己刷吗？还有，个人面包快点下。这个是脏脏包了吧？而且是焦焦的啦。是不是好饿哦？你看大家我的手，变成蛋糕包了。开餐了，我先吃哪一个？你要先吃哪一个？吃完了，好可爱啊！吃汉堡，你好老师。怎么了？你怎么？我们要下课喽。安安老师，大家拜拜。
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薯条，刚刚包汉堡。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。我们每周二、三、五、六更新影片，让奶奶我要放在杯子里面，谢谢妈咪，客气，恩恩，恩恩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